你要在角色中，我们两个不能参加这个游戏。不要因为我们看不到，你们在投铁球，我们都历历在目。哎，等一下，角色不是五百吗？煮烂货进场。让我们来欢迎第一题，黄登辉、辉哥，还有胡尊，哦，是五百。接下来要飞的是第二组李炳辉、消防局的末班车车友。接下来欢迎第三组邱泽、徐伟宁，当男人泽道时。来带一下，带一下，负责听的。不好意思哦，如果真的要在角色中，我们两个不能参加这个游戏。可以，对我们来说，对，那一块额呢？可以，要看的，可不可以？不要为难我们，而且我们两个一来，我们都演艺圈从来没有人像我们这样不看大字报的。是，对，看宪哥这么辛苦，我也在斜杠。我觉得谈理什么，你时间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所以我看着看着，我哎，你也看着，用心在看，用心在看。哦，对对对，我要好好把握这个有多少，一百秒。不是没有看吗？你不是都没有在看大视频？不是，哎，重点是宪哥，我们两个都有表。不瞒你说，我们两个还今天同时开车来，用摸的来，用摸的。怨恨已经晚，山崩还是原来一场梦。爱你无条件，哎呦，好强，哎，来可以过。十个查甫的，七个戆，八个呆，九个歹。姐姐妹妹站起来。对，跟住，嘿，那个，过一个，家乡的地方开晚会啦，妈妈的心肝伫前来啊。妈妈的心。当没生气，妈妈的。来，那个鲁冰花。好 ，OK， 好，最后一题算吗？哦，八题呀。那接着下车，我们要赢就要赢，这个气球是两分的，谁的气球先破掉，谁就先怀孕。谁的气球先破掉，谁就先打气球。如果可以，我也不哇哇哇哇哇！萧亚轩的浪漫来袭，当浪漫来袭，脸颊在燃烧，你给我第一手。我想说先踩再说，对，踩太快，我还来不及思考这什么歌，哭笑不得，哭笑非走，非走不可，你想感受，你想什么？90-10哎，哇，太好看了啦，好接近，刺激。好，下一道题目，请出。哎喂，干什么？是傅老师，你以为他们没？你以为我没有听到？他们看得到吗？你们看得到？我们用听。要在角色里面。不要因为我们看不到，你们在投铁球，我们都历历在目。哎，等一下，角色不是五百吗？不是五百。我有历历在目，已经错了，错了，不好意思，错了。我有时候脾气不好，我一急起来，我什么都看得到。刚刚这个下去，这脚底按摩真的有效，我突然觉得眼睛有为之一亮。因为很简单，对，我的视力有恢复。人家眼盲心不盲，你别偷人家。不要再做，不要再做这种事，对不起。好，原谅你。我会调整呼吸。哦。许慧欣的爱情抗体，哇，真的耶，会唱吗？爸爸，哎，你会唱，你会的歌很多哎，厉害，运气好，运气。大飞捡到了，还是个才女，对啊，爱情抗体都会。来了，没有什么原因，爱情有时候是恶作剧，我
圣经，胜过你心思。啼笑，啼笑，啼笑，不离。有一个人去超商出来，结果就没有办法走路了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请问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好累哦。因为他缴费了。下一题，请。哇，他们动作太快了。等一下，够华丽呢。喂。你等下边飞要弄个棍棒球呢？你们可不可以先让盲人在拿气球的时候给我们多一点时间？好，抱歉。不能分辨黑夜或黎明，是谁偷走我的心？重点来了，我的眼睛看不见我自己。太写实了，恭喜答对。等一下，帮我看一下辉哥的脚，我不小心踏到他的脚，我的脚，要下去，不急，啊，你是催眠你没有看到我的脚已经踩上去，你再踩在我的脚上，我真的没有看到，催眠，你知道你的吨位有多大？我是腹背受敌嘞，剪刀石头布，猜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破。哇，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没有，你们看不到嘛，我们赢了，我赢了。如果没有猜错，我们赢了，是不是？朱博伟郎，谢谢，笃定淘汰，挂了，淘汰。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冠军赛的冠军赛，除非可以获得两分的机会，就队友如果有勇稳。有勇吻就可以获得两分，就勇吻而吻，可是他要不要拼？要不要拼？他今天的牙齿有贴海苔，我不太想。但你们十六分那你们不用拼啊，那可能要看夫人要愿不愿意。夫人，舌头配舌头这样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这两分你放弃的话，那给我们机会好不好？我们难道都没有加急吗？有啊，对不对？舌吻啊，舌吻。可是他今天吃海苔，不然你来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见你喜欢吃海苔啊。大王，请赐食啊。黑啦。我觉得我们不要为了那一点点钱，我们就牺牲我们的人生的目标。出卖了自己，不要出卖灵魂。好想哭啊！啊，但是总奖金是高达25万。哦，来，有吻。万方啦，万方后阿刚刘若英，若英阿刚有心者，啊我弄阿妹，很突兀的，还有一个失笑容，失笑容要不要考虑？很有失笑容，笑容哥什么意思？他笑容会直接失掉，那个不是我们年代的啦，好没逻辑哦。他的歌一投就是钱了，基本上就是。那这样子250，哎是，你弄这一排。哎。沙尘，归人沙尘，恭喜答对。归人。